庆祝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安排：一是隆重举行庆祝大会、阅兵式和群众游行。10月1日，以中共中央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、中央军委名义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。庆祝大会以后，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。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情况，一会儿部队的同志和北京的同志将会向大家做介绍。二是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。10月1日晚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。更多精彩，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